可以解辣，可以保护肠胃啊。直播间的兄弟姐妹们，你们觉得这个身高1.85米以上的这个，咱们这个来自湖南的小哥，今天能不能吃完三个？这是第二个了啊。有个啥要汉堡？可以。咱们这位小哥，咱们这位小哥是水做的呀、啊。对啊。男人也能是水做的嘛，是吧？对。温柔的男人都是水做的，这小哥一看这汗水流的，就知道是个温柔的人啊。小哥吃的是我们家110届的绝辣，但是他现场吃的还是添加了魔鬼辣椒油的啊，会更辣一点啊。但是你们买回去的绝辣也很辣很辣啊，兄弟们。声音小一点。我都有点不喜欢待在这小哥旁边。为什么？他太高了，显得我好瘦弱。哪里？我就看我舅哥的视频过来的啊！我就看你的视频过来的，看我的视频过来的。对啊，那是咱们的粉丝啊！基本粉丝你还不给他擦擦汗？哎呀，我这不是刚给他擦的，还没超过半分钟吗？怎么又出汗了？汗如雨下了雨，洗了个澡一样。咱们的小哥身体组成成分也80%是水啊。不只是女人是水做的啊，男人也可以是水做的。小哥应该是网吧战神呢。是吧？怎么说？公屏有人说网吧战神呢。怎么可能？经常玩原神吧你？没有。啊，脸上擦一下。人乐广场吃多少个可以拿5000？12个。12个啊！目前为止没有人吃到过12个，但是有人吃过10个啊，也非常接近了。110街的一个鸭大腿，兄弟们没有下单的下单尝一尝，能吃辣的拍绝辣，加油！绝辣味的超。还要不要再来一个？再来一个。哎呀，第几个了？咱们这小哥开门红啊，第一个挑战就成功了。哎，给他放个盘子。对。那里有一个就。那他几个吧？他吃了几个了就？3个。吃了第二个了。第二个吃完了啊、哦。对，这是第3个啊。来。你就说。咱们这个小哥。虽然说流了不少汗，但是还是可以的啊。鱼尾好吃吗？鱼尾嘎嘎香啊，兄弟们，又辣又香。手套，来，加这个手套。你能吃20个，我信你。30个来啊！就缺一个吃20个的人呢、吃20个的都在那个什么，都在直播间，现场没有。现在没有1888。现在有5000。高肌肉多就能吃的，你看看这个大哥都要比肌肉要高一个头的，也只吃了2片醋干就直接要提前下班了。各位送请的，到了。为什么不请中国李永志过来挑战是吧？我们这里不请，我们这里不请任何人，觉得自己能吃辣的就来，他自己来就好了。吃哭了，你看看他比我高多少啊？满满全全整个头啊！不能吃辣的，看我们家的麻辣。各位送发的意思，一定要记得，第一次购买不能吃辣的，就那就是不能受不了这个辣。小哥加油啊，加油！好嘞，只差一个了，马上就成功了啊！当饭吃的，你就不要拍爆辣，太辣了。而且爆辣也要比那个麻辣要贵，麻辣要多3片，性价比要高啊。没有时间限制吗？20分钟，20分钟一个时间啊，时间还是很充裕的。是的，时间非常的充裕啊。那就直接过来吧。小哥，我们的鸭腿好吃不？可以喝水喝牛奶啊，都可以喝。辣不辣？带个货机，看我这个样子，你辣不辣？今天准备吃几个？我带哪边好一点？带哪边好一点？就这里，就这里。好，
100%就是九尺了。来，直播间的各位兄弟姐妹们啊，咱们现场是一个吃辣的活动，咱们是吃辣的直播间啊，吃的是蘑菇辣加辣的一个爆辣腿，小哥吃的就是我手中这个爆辣腿啊。好 ，OK OK， 可以了吗？就这样。来，咱们这个产品有两根不同颜色的包装啊，两种不同程度的辣度，其中这个香辣的鲜红色包装啊，看起来非常的辣，是不是？其实它不怎么辣啊，它只是一个个大肉多、肉质非常紧实、有嚼劲的一个香辣爆大腿，香是特别的香，辣不是特别辣啊。这个辣度连一个沿海地区北方的朋友都能够接受的一个辣度。如果你爱吃辣、喜欢吃辣，不是特别能吃辣，大家记得拍这个香辣的啊，香辣的鲜红色包装。如果说你爱吃辣、喜欢吃辣又特别能吃辣的那种朋友啊，平常日常生活中的一些什么辣的菜系啊、辣的产品啊，这个辣度让你们感觉到不是很满意的人啊。咱们这个绝辣味的爆大腿，小米椒一个10倍左右的一个辣度，魔鬼辣的啊！我相信这个辣度，无论是这个绝辣爆大腿，无论是口感、味道，还是这个辣度，相信能够让大家满意啊！如果你们觉得自己特别能吃辣，就拍这个绝辣的；如果能够接受这种辣度，直接像我们的湖南小哥一样啊，来现场挑战这个魔鬼辣加辣的，拿走我们的奖励啊！废话不多说了，先来擦鼻涕。兄弟们，能吃辣的拍绝辣啊，不能吃辣的拍香辣啊。两个口味供大家选择的，兄弟们啊，来医药链接26.9元到手3个，没有下单的抓紧时间下单了啊！加油加油啊！只剩一个小琵琶腿了。什么规则？20分钟3个，100，6个888，12个5000。看到没有？这是我们湖南的小哥啊，身高1.80米，体重起码90公斤以上啊。才几个了他？才3个，辣的是一把鼻涕一把汗。长得高也没吃辣，也不是这个吃辣啊，跟你身高体型是男是女它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。你如果能吃辣，那就特别能吃辣，就像之前我们有那种小姐姐吃3个，那是脸不红气不喘的啊。所以我们这个规则是非常合理的。医药链接鸭腿今天有多少单，熊总？今天只有100单啊，兄弟们啊。今天绝辣味的鸭腿，那个绝辣的辣度的，加油！只有100单啊，兄弟们。那小胖胖呢？孕妇不能吃啊，孕妇不能吃、啊。可以，辣呀，或者是感觉嘴巴干啊，特别辣的，可以喝点牛奶啊。你不是喝牛奶吗？老人、孕妇、小孩、宝妈都不要去吃啊，很辣的啊，不带甜味啊，全纯香辣啊，没有一点甜味的，兄弟们。想吃甜辣口味的，自己准备点白砂糖撒上去就可以了。它的辣度跟那个缺牙齿的洞天湖的鱼尾的那个辣度差不多啊。啊，洞天湖鱼尾哪里能跟这个比？那天我不是吃了吗？我在直播间我都吃了、我告诉你啊，我那天在直播间都吃了的，好像有好多粉丝应该知道啊。我那个洞天湖鱼尾，我跟这个绝辣的辣度对比的话，那就是那个洞天湖鱼尾就是一个微辣，而这个是一个爆辣啊。不要比啊，你那缺牙齿现在打对比可以比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没吃过，因为我没吃过缺牙齿，我不是让你下单了吗？下次到了我现场吃一下，我试一下。在哪里？湖南长沙啊，人乐。湖南长沙人人乐，兄弟们啊！哎呀，鸭腿一袋就是一个、啊。咱们这小哥这个110克、啊。兄弟们，好大一卷纸，现在只剩这么一点了。感觉小哥面部全一直在用。我估计鸭腿现在非常辣啊，兄弟们。我估计这小哥流的那个汗水啊，这个重量比他吃的这个大腿加起来还要重。反正总而言之，特别特别特别能吃辣的去拍绝辣，好吧？不能吃辣的拍香辣啊，觉得一般能吃辣的也不要去碰绝辣，绝辣真的超辣的啊，超级超级无敌辣啊。即使是很能吃辣的朋友们啊，这个绝辣的你千万不要去空腹去吃啊，免得给你的这个肠胃带来不好的体验感啊。小兵好，受不住，准备啊，受不住了。对，有什么感受？等一下吧，你先拿着吧。好辣好辣。对，咱们直播间有的朋友说他能吃20个，你觉得他是口嗨还是真的有实力？要真的有实力就来，不要废话，围着直播间打20个字啊！来下一位，下一位来盘的话，来那个小姐姐啊，都换，来，九尺男儿啊，九尺男儿，我到底多高嘞？起码要等一下啊，我把它擦一下，等我一会儿把它擦一下。小姐姐，你们兄弟们觉得这个行不行？小姐姐刚才她男朋友已经给她打过样了，她应该没问题，因为她男朋友都能吃，她小姐姐比她男朋友更能吃了。看着好好吃吧？有没有可能吃着也挺好吃的？想过来挑战的，能吃辣爱吃辣。小姐姐，你的指甲做的这么长，不会影响你这个实力吗？我把这个手套戴进去就被你戳个洞。手指头好了，那就舒服了。在家里吃到了。我平时早餐都是纯辣纯辣的，是吧？那你先拍几个绝辣的试试。
哎呀，好贴心呐、啊！好贴心啊！我有。不贴心怎么找得到女朋友呢？开始啊！准备好了没有？准备好了。来，我讲一下啊，咱们这个啊，先进直播间的各位兄弟姐妹们、各位朋友们啊，咱们现场是一个吃辣的活动啊，吃的是魔鬼辣加辣的这个爆炸腿，这个辣度啊，是一个小米椒10倍左右的一个辣度，特别的辣啊。如果你们爱吃辣、喜欢吃辣、对辣感兴趣的朋友，进入直播间不要急着离开啊！咱们这个活动非常的精彩，奖励也非常丰富啊！咱们现场云集了全国各地的啊，来自全国各地的吃辣大神们啊，看看究竟谁更能吃辣，谁哪个地方的人更能吃辣一些啊！20分钟的时间，吃完3个100，6个888，12个5000，目前为止吃3个的一大堆，吃6个的也有不少，吃12个的还没有出现一个啊！希望在座的各位有那种能吃12个的大神。